COVID-19 coronavirus pandemic. Coronavirus cases 3,137,761. And the death cases is 217,948. And the recovered cases is 955,695. Mm-hmm. This is last update on April 29. 2020? Yes. 嗯哼，这些数字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，最起码跟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以前看新闻，那么只看7点钟播的那个新闻，像我小时候就电视上一到7点，所有的频道基本上都播放同样的节目。然后后来是有了网络，然后就能看，比如说香港的新闻，凤凰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有时候粤语，有时候英语，有些就听不懂，这就是语言就是障碍，所以学多门语言就很重要。后来又能看台湾的新闻，比如什么中天呀、三立呀、东森呀，有些说的东西会让你原本的认知的情况下去听的话，会很不舒服、很难受、很难接受。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，存在着不同的人。不同的利益多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，有些数字了解一下，也许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这些数字除了最后一个算是好消息，前面两个数字都是不好的消息，但是无论它好是不好，它是真实发生的，是存在的。而且就像第一个数字是有这么多人确诊了，他是检测了以后才能确诊，还有好多人可能得了这个病没来得及确诊或无法确诊，还有好多人可能是染上了这个病毒但是没有症状，就无症状或者说是叫轻症状。然后像那个死亡的数字也肯定是不准的，因为很多的人别的一个表现然后去世的，可能就没有归入到这个其中，是很复杂的。希望更多人能够康复，希望疫苗解药什么的赶紧出现，就不多延伸了。希望更多人开始阅读、写作、学习、思考。我的学之旅已经开始。Peace。